拿到书了吗？大家，如果那你没有这一课了的啦，你可以今天不用上了的哈。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的话，啊，你要上也可以啦，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改了。啊，恩童，我们会看人数来开那个班。我的回应。哦，physics 不会啊，是咯。4月头我们就开哦。你可以拍照 send 给我一下啊。还有啊，我要问你们啊，MMATS 哦，这个星期啦，我等一下啊，这边有几个人有 MMATS 啊？问一下你们，这里有几个人有 MMATS？OK，心仪成人也是有对不对？恩童，Andy 嘞，有几个人有 MX 啊？换班成功就没有了？OK，Nope，、okay, 没有啊。哦，这样 MX 也是只有恩童跟嘉靖。陈恩是没是没没有没陈恩更新哦，OK，就你们会有这个赛说这样的话，Saturday，Friday 5点到7点半，OK，等下啊，我问问看啊，OK，就讲暂时你们要，我读可是没有，然后我不要换版了哦，OK，你不要换版了啊。OK，就讲暂时心仪还是需要上一下先啦，是啊，然后恩童还有嘉靖啊，因为这个星期的 MS 啊，那个星期六啊，哥哥有他有 combo 啊，哦，他有毕业典礼，所以哦，星期六他不能上，还要换去明天5点，你们 OK 啊，是啊，恩童。心仪，明天5点，MX，就是讲星期六早上不用了，这个星期吧。哦，有撞到啊，心仪。下午啊，对哦，下午也是比较好哦。反正下午你们没有东西啊，我问一下哈。嗯，你们下午没有什么东西哦。心仪，如果是下午呢，2点啊。啊。不得低，天哪！我问一下啊，如果不能，我就看啊、哦，我们再看怎样。哦，OK，4点半不能，好。OK，啊，所以恩童啊，Physics、Biochemistry 我们会看。4月我们会开了啦，其实，physics 跟 chemistry 是狗狗教的，bio 应该是我教的。那个狗狗是，他有教过你们上哈？有没有教过你们啊？他其实是 pure physics 的一个，怎么说呢？他是读 pure physics 的，pure physics 是一个，我要讲什么嘞？神经病的科目来了，所以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他很好笑的。其实你跟他熟一点了啊，他变得好笑了。你可以问他很夸张、很奇怪的问题。Pure physics 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 Big Bang Theory 这个剧吗？啊，就是这样哦。其实 Pure physics 还有 Pure mathematics 都是很夸张、神经病的科目来的，就是 geniuses 读的科目来的，因为他们离。因为那些原理都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来的啊，所以有时他跟我讲，我不懂，因为我不是神经病吗？我只是就是 SBM 啊那些就没有问题啦啊，我没有神经病到那一个程度。然后他有跟我，他以前是我学生来的，他的科学本来就他对科学很有兴趣，然后我教他到他读这个过后啊哈。
当他回来的时候，然后有时他跟我讲那些 theory， 然后讲，然后过后他讲，你明白吗？你听得明哦？讲，但是听不明啊，都不明在讲么？他讲，对哦，听不明就对哦，就是有一些原理就是听不明的啊。他讲，哎，你可以穿墙的。他讲的原理是那种哦，怎样可以穿墙过去的？你问他，改天你问他 ，OK？ 所以他的 physics 是很厉害的啊。physics 跟 MX 这一些啦，主要是他以前是我教，可是我教的东西是 SBM， 我可以帮你在 SBM 考到的，然后你要再额外的东西，我也是回答不到有的。如果再搞深一点呢、啊，这样啊 ，OK。所以啊，大家，今天的课，你没有上小的，你可以不要上吧，你要继续上也可以，没有问题 ，OK。我们来，因为今天的也是很轻松的、啊，我们是继续一些跟人体有关的东西罢了。这个我不知道 bio 有没有，有的话可能还是有连接到一点啊。OK， 老师啊，阿金，老师星期二，哎，那是我要上的吗？不需要，对，我是星期二不用上啊。但是这个果果给我时间表，啊、还有星期六吗？没有啊，因为那个是时间表是给大家的嘛。那个是你看你的科目来上。我、啊、我该在上课啦。我刚才在上课，我之前订给你很久了哦。那个练习是啊，我没有看到嘞，其实我就按掉了啊。你那个很容易办了，那 quadratic 我过后我写给你，那个我讲不到，我要写给你才可以。我写给你啊、oh. 啊 ，OK 啊，好了，来大家 ，OK， 我们今天继续上一堂课讲的量血压的器具啊，叫 sphygmomanometer 啊，啊这个字啊，这个字啊。你现在拿到课本了，是不是你可以画在上面的？其实用铅笔啦 ，OK 啊 ，OK，sphygmomanometer 啊，它通常它讲跟这一个啊，说它的单位呢是用 mmHg，Hg 就是 mercury 来的。OK， 我们也讲了血压呢有两个号码的，什么来的？还没拿到课本啊？哎呀，为什么？不过不要紧啦，哈、啊，我们也是有这一个笔记的，我会给你啊笔记的。我是想要找一个更好的笔记本，短一点的。这笔记多到是很多啊，它跟课本差不多一样多。我不想要这样多，因为主要呢，科学你要看多点练习的。不过这个笔记 OK 啦，你读也是好了，因为它很多资料。OK， so 那两个号码代表什么东西啊 ？OK， 你记得吗？上次我们提到的 systolic pressure 还有 diastolic pressure 啊，是什么来的 ？systolic 跟 diastolic。这么有两个号码、啊、血压这么有两个号码有印象啊 Why 你可以太华语的啊，没有问题的啊。阿金你有印象啊，什么是 systolic 什么是 diastolic， 为什么血压有两个？ OK， 等下我们先讲回去啊，什么是压力？阿金你压力吗？现在阿金你压力吗？开学有压力吗？所以什么是压力？血压是什么啊？血压是那个血压在你的血管上的力量，被骂到压力啊。哦 ，OK， 有被骂的压力。哦 ，OK。所以你当这个是新的开始，你有两年的重新开始的机会，现在开始。嗯，可以的，加油。OK 啊，所以这个压力是那个血怎样压在血管上？这个叫血压咯，对吗？血压在血管上哈，当然那个心脏压的时候很大力，那心脏会放的吗？对吗？心脏放的时候很小力，这样你明白啊？这么有两个号码，一个是心脏压的时候，一个是心脏放松的时候，你记得哦。OK， 所以啊，我到颤动门的出压的时候呢，号码比较大的叫 systolic。OK， sit 那个叫 heart muscles contract 的时候啊 ，OK， heart muscles is resting， 它放松回的时候 ，OK， 叫 diastolic pressure， 所、so, 以 diastolic pressure 比较小的，当然 diastolic 是 auto 颤动 very hard 的时候 ，OK 哦，压放，所、so, 以 S 要猜到 D 啊 ，S D 啊 ，systolic 了，高的是 systolic， 啊，低的是 diastolic， 所、so, 以高的。更低的都不可以超过，不可以搞太高的 ，OK？ 一 C 六 F 是什么来的？哦，你妈咪好像有跟我们讲嘞，
他好像知道了啊。OK 啊，你看啊，说 optimal， 说现在你专心看，你来读那个练习。OK，optimal、okay, 就是要少过120跟80，不会太高。如果高过的话，你看120到129，这样的话就是它其实是 normal 啦。optimal 是最佳，记得这个字啊 ，optimum 啊。阿金，如果你拿到书了的话，你写华语下去。optimum 就是最佳最好的 ，normal 正常咯。berisiko at risk 就是有危险，有风险啊。OK， 再高一点，140以上是高血压了。说、so,。高血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OK 啊？如果是第三阶段那些哦，就很高血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跟我讲啊，大家，恩童，高血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哈、啊，其实啊，啊，心仪承认，高血压为什么是不好的？我们每次讲的嘛，是不是高血压？高血压嘛，这么不好，然后。怎样讲不好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引发什么东西，就高就高啊，会怎样 OK 会有所、OK 它会导致心脏的疾病，确实我们讲心血管阻塞其实是有关系到的哈，不过更直接的先，高血压就是那个血、哦、冲很快啊，它压你的、这个叫什么、啊、它压在你的血管啊，压到很大力，这样血管会怎样，就是这样直接罢了，哈阿金，哈血管会破掉咯，对，就是这样爆。说血管爆是高血压很怕的一个东西。血管爆如果发生在头脑，就是所谓的中风；如果发生在心脏，就心脏病啊。心脏病有很多种啊，其中一种就是哎那个血管爆还是怎样啊？但通常心脏病是心血管阻塞还是什么啦，你知道吗？他心跳不正常啊，也是 OK。不过。血管爆，所以、高血压会导致血管爆，所以呢 ，stroke 啊，中风叫 stroke 这一个字啊，你写啊 ，OK，stroke、okay? 中风，中风是这件这个血管爆的事情发生在大脑啊，就是中风，这个啊 ，stroke 你给他写一写。如果你不懂的话写一写，改天啊、国语作文啊英文作文啊也是可以用的，你讲他因为很喜欢出这个 high blood pressure 什么的，然后还是吃快餐啊还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用啊 high blood pressure OK 还说、so, 为什么会心这个叫什么、为什么会血压高 OK 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血压高，因为你全部要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会血压高啊，什么东西会导致血压高啊、大家还有一个字，这个血压高的、科学名字叫 hypertension、我要找重点字给你看 OK 这个啊，诶这边没有啊，英文、blood pressure are high experiencing high blood pressure 诶没有写咧 OK 你可以写英文 hypertension OK 这个就是血压高海鲜啊，海鲜是高胆固醇哦，对，这个以前我也是每次弄乱了，用华语很像哦。所谓的三高是啥？高胆固醇、高血压。哎，老妈三高是什么、啊？高胆固醇、高血压。我老妈在前面。胆固醇就是 cholesterol 啊，糖尿哦，对对，三高吗？是不是糖尿啊、胆固醇还有高血压 ？OK， 说高血压是什么导致的、啊？盐分。OK， 有几个原因啊？一就是盐的东西很多。啊、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水分的。第二啊，我讲另外一个啊，最直接的哈，血管阻塞。你知道那个水喉壁啊，如果小小的洞你压哈，它不是喷水很快的，对不对？水喉的那个水龙头啊，那个 plastic 的壁啊，你压哈，它是不是喷很快？因为血管变很小，然后血管阻塞，你知道吗？它沉淀很多嘛，但它血就会跑很快。啊，我现场问家的，因为我老妈在前面啊，老人家最懂了三高是什么，他们厉害的。没有，其实我们懂的，只是现在想不起来，对不对？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其实你也是可以提到的这些啊。所以高血压我们会讲 ，OK， 减少盐分的东西咯，减少肥胖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啊。胆固醇跟高血压，你看息息相关的哈，那个沉淀就是胆固醇啊，是不是 ？OK， 3.4了啊，大家 BMI。这个你很熟了是不是，我想要问一下大家熟吗 BMI，
你知道什么爱对不对？是不是 BJK 还是什么有上了哈？你要懂讲算呐、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常识啦，不是为了考试哦。这个，所以它的英文叫 Body Mass Index。OK， 什么来的哈 ？Body Mass Index 哦，基本上啊，嗯。我看你们全部是有了，你们这里全部是正常的，除了 Jean 之外， Jean 是 underweight 啊。BMI 是一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最标准的指南，不是，不用担心啊。BMI 只是一个标准，不过它不是最好的标准，它是用来测量看你的体型有没有超重，或者是啊、这个过太轻叫什么 underweight 啊，叫什么啊 ？Overweight 我们叫超重吗 ？Underweight。其实你肯定 underweight， 因为很容易 underweight 的这个 如果用 BMI 来计算的话，所以它其实、BMI 的英文叫 body mass index 啊，马来文哦，你也可以选，哎，那些英文的你可以顺便看一下马来文的嘞，可以用在鬼作文的啊，过轻就是过轻啦，如果是 underweight， 所、以 index jisim badan 它是直接翻译的 BMI 啊 ，badan 是 body 嘛 ，jisim 是 mass 嘛 ，index 是 index 啊，哎，加按不一样罢了。OK， 啊 ，OK， 所、以它只是一个用，其实 BMI 哦是用全世界的人的标准，它你排你是不是排中间？也就是说啊，如果啦这个表啊，应该讲这个表啊，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美国平均是比较肥的，平均来讲啊，我在讲美国跟日本最容易比较的。日本来讲啊，可能我们全部都超重，没有啦 ，Jin 应该不会，我应该是超重了，因为他是拿那个那一个地区的人的平均，所以他其实是拿全这个是比较 standard 的啦，全球，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你上网找那个 BMI 的 index 哦，有一点点我打了很大声哦 ，OK，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数据。你看全世界来讲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真的是你找美国的还有可能日本的不一样的一点点啊，有点差距的 OK， 因为它是拿平均，所以如果我们算那个 BMI 算出来，你可以自己算你的哈 OK， 你算出来如果是 18.5 到 24.9 啦，你就是就是叫什么呢 normal 的，我们叫中等啦哈 desirable 温过就是最好的吧，我觉得算是就是叫 normal 啦，最中等的 desirable最好的体型 ，OK。如果你少过 18.5 啊，算出来你就是 underweight。G 你真的可以算，我可以肯定你是 underweight 的。Overweight 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呢、啊，除了我之外啊，你们应该都不会 overweight， 全部人 overweight 是比较胖了。如果30以上啊，是医生用的一个指南，那个人是属于肥胖症了。OK，OK，、okay? okay, 怎样算啊 ？G 在这边，大家。你可以算一下，其实我也是要算一下，我很久没有算了，我每次不是很记得，我是在边缘了的啦。其实我也不用算了，我是在边缘了。所以你的体重啊，用 kg 在上面 ，OK？ 下面啊，如果你用普通 calculator， 你先算了下面先，你要用米啊，好像我的高度是 1.64 米啊，你不要用 cm， 你的 cm 你放小数点两个位，就是米了咯。所以你拿 1.64 乘 1.64 先，下面。你做了这个先啊，你啊，我是 1.64， 你我不懂啊，所以我会算了这个先，下面我算了先啊， 1.64 乘 1.64， 因为我用普通 calculator 现在 ，OK， 2.6896， 这个是我啊，上面我保留给自己知道就好，你自己算你的、啊，上面你用 kg， 算好像你是45 kg， 你就用45在上面，你是50 kg， 你就用50在上面。下面是身高乘身高，可丁样了，你看到吗？你的身高几多？你看了，我还是正常的，应该。我在边缘，你165就哎，就拿1.65乘1.65咯。你看我1.64乘1.64啊，你有165啊，你这样高我都没你高过我了啊。所以你先算下面先啊，一点还是你用 calculator 直接算啊？你的重量几多？你是不是38之类的，还是35？我觉得你是30多罢了。下面就1.65 square， 你用 calculator 就好了啦。这样，这个小二要注意啊。OK， 说考试我觉得这个最多啦，如果出还是出全全题的啦。
我看一下我自己的，我在有没有 OK 啦，也没有在边缘啦，还好啊。2.6896。哦，差一点点就差很远一下了。哦，哇，你的体重差一几肉就差很远了啊！啊，你16啊，恩同产哦，我太久没有见你哦，你是不是长大了？终于16，你也是 underweight 了，我看你应该是比较高了，是不是？应该是，上次见你已经有点长高了。也会看嘛，这样的话 正常 so, OK 没有讲正不正常啊，这个只是一个 standard 标准啊、正常的在所谓的正常在中间，可是你想象啊 The Rock 你知道是谁吗？ The Rock 知道是谁吗？如果是 The Rock 用这个标准，你觉得他会在哪里？如果是 The Rock 用这个标准，你明白我讲什么？如果 The Rock 用这个标准，他是属于 肥胖症，可是人家没有在肥胖，对吗？你明白我讲什么、哦？他只是一个用来大约去知道的一个标准，但是他不代表，不完全代表那个人健不健康，因为健不健康呢，还有很多东西要看的。OK， 这个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可以看的东西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啦，我们又没有特别大只，知道吗？我们大概用这个就知道了咯，你有没有在正常的体重范围内哦？哎，这样你们全部 underweight 嘞？啊，你们该给我看了，全部 underweight 来的嘞！哇，阿俊，你这个也太少了吧？我看到的啊，有16点多啊，18点多啦，都是 underweight， 还有一个阿俊14点多嘞。不过每个人不一样，就像我讲，不代表那个人健不健康的，其实不完全能够代表，因为还要看其他东西的。OK 啊，所以你不懂什么，你跟我讲啊。这 BMI 很简单，就降不了测量的。OK。很直接的啦，所、so, 以 interpreting， 你看啊，如果不过你在写作文还是其他情况下，你可以用这一个来作为一个标外啊，我们叫 standard 一个标准，因为呢，你可以提一下，然后你就提到关于 overweight， jisim badan yang berlebihan 啊，或者是 obesity， 你可以用这边的字眼啊 ，obesity 会导致各种的 masalah kesihatan yang serious can cause serious。Health issues 是吗？哈 ，health issues， OK。所以，比如说啊 ，overweight increases the risk of suffering from serious illnesses， 它会提高我们患上严重疾病的一些风险啊。meningkatkan risiko menghidap beberapa penyakit yang serius seperti 就来了这边，这些全部你记起来，很多地方可以用英文、国语你都记起来。serangan jantung 就是所谓的心脏病 ，OK。Heart attack 啊，高血压，因为你肥胖一定是有很多东西不健康的。给 tekanan darah tinggi 啦 ，high blood pressure。然后待会我们讲到 stroke 对吗？哎，在哪里啊 ？stroke， 中风，糖尿病啊，三高出来了啦 ，diabetes mellitus 啊，糖尿病。马来文啊，当然我们在教科学啊，啊然后写作文啊，风风快，我当然会支持你用这些字比较好，好像 hypertension 这种啊，对吗 ？hypertension。然后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 你会用这种字最好了。但是你真的不记得，你不知，你还是可以写 penyakit kencing manis， 可以，没有错的。OK， 还有 complikasi sendi dan tulang 啊 ，complications of joints and bones。complication 就是问题，就是你的 joints 叫什么？这个关节还有骨头的问题。因为肥胖症啊，很多关节问题的，骨头问题很多的，就是它的。身体啊，他的骨头跟关节不能支撑他的体重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很多问题的，所以他很早啊，可能他就骨头痛了，或者是他关节疼痛，他还很年轻，他就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咯，可能哦，肥胖，很年轻就不能走路了咯，啊，再来啊 ，underweight， 你们我觉得啦，你现在不用太担心 underweight， 因为还在成长哦，其实你不需要被归类在这个标准里面的，因为还在发育嘛。说可是 underweight， 如果你看到一个成人 underweight 啦，他可能是有各种的一些病，他不能胖的啊、你要不要猜一下有什么疾病？如果是真的很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真的很瘦的话是什么病？你可以用华语啊，瘦到很夸张的，他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疾病的话，有的人不是疾病啦，不过如果是疾病。
什么东西会导致 underweight？ 对 ，OK OK， 等下啊，白血病这些，白血病可能也会啦。我觉得这种血癌类的癌症那些会，癌症那些会突然间变很瘦的，一下子变瘦，然后不懂为什么的，因为癌细胞它会消耗很多的啊、身体的能量，然后那个身体就开始变瘦，因为它吸取多少能量哦。它都被那个癌细胞去用掉了，所以癌症这些啊会啊，但是对啊，你们讲到几个是对的，厌食症 underweight 好像讲底裤，他讲对哦 underwear OK 厌食症，对厌食症啊，还有一个啊，有一颗很有趣的 form 4好像是讲荷尔蒙的啊，很有趣的那一颗我很喜欢的啊，其实我是很喜欢 biology 其实很多东西读的、啊、很同，不过我是很喜欢 biology 的啦 ，OK， 然后尤其是人体的是很有趣的啊，还有一课你们会学到的，在 science 里面啊，是关于荷尔蒙 hormone issue 的啊，有一个叫 digamble 的东西，这个你以前也是听过的，叫 goiter， thyroid 的问题啊，它也是会导致那个人很瘦很瘦的，因为它是影响新陈代谢，它会新陈代谢率很高，就是讲哦，它好像人家一直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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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那个身体啊。啊，所以这个是会导致体重很轻的原因啊。OK， 所以其实会有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讲厌食症先 ，OK， 厌食症就是其实它吸收营养不良的哈，所以也会患有心脏病，本来给转动啊，营养不良还会怎样呢？抵抗力低 ，penurunan daya tahan badan， 抵抗力低就是什么病都会中的啊，伤风感冒 COVID 更容易中。Decrease in body's defense、啊、against diseases OK 就是容易患病的，没有抵抗力，这个叫抵抗力，可以写一下抵抗力defense 抵抗力、啊、我们写一写，我们是快要的 fatigue 容易疲累，因为他身体没有存款了，脂肪啊其实是你的存款来的，能量的存款来的，对吗？格勒德汉啊，疲累就是容易疲累的，一直没有力 ，OK， 哦，那个肺癌，嗯，对 ，OK， 然后呢，再来啊，他写墨啊，你需要写墨你就写啊 ，anemia 是贫血，这样我看一下，贫，因为你的身体不够那个养分嘛。哦、它制造任何的细胞都没有那么厉害嘛，对不对？说贫血也制造不够的血 OK， 还有呢，这个是忧郁症啊，忧郁症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不是那个人 很悲哀每天，不是啊，我跟你讲啊，忧郁症是任何人都有机会患上的啊，它是因为荷尔蒙失调的原因、哦、不是那个人 的错还是什么，说这个也因为它吸收的营养 不足够的话，then 可能它也会引发这一个荷尔蒙的问题，就有忧郁症，所以减肥是会很忧郁的，所以不要肥，因为肥哦要减是很忧郁的，那些肥哦减得到的人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 OK 啊啊，再来哈，所以这些没有什么聊了，所以你记得几个这一些 OK 啊、疾病啊我觉得很好用的 Form 5 啊，你在任何科目都很好用的 OK。我们再来看看这样怎样增加体重，因为瘦的人他们要肥也是很难的啊，讲真、哦、有吗？这里有吃那么多还 underweight 你啊，因为你在成长啊，想当年我也是这样的、啊、想当年你知道吗？哦，你狗狗啊，你狗狗也是啊，吃很多也是哦，就不会胖的，对，有的人他们是不会胖的，嗯如果啦他身体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是 OK 的啦，尤其还在尤其是还在发育的，还在发育的指标、哦、是他还会长高，女生的话、啊、通常到了 Form 5就不会了的了哈，男生的话可以到21、22岁甚至23、24的、啊、所以 OK，所以还在发育的话你不用担心，该吃什么就吃就对了哈，你不用太多太瘦，你也不用担心，不过女生不要担心啦，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已经开始
他可能不会打直掌，他打横掌了嘛，所谓的就是这样了。So OK， 我们讲回泰收，他要增加的话要怎样啊？ OK， 一样的，我跟你讲，写作文也是这样，把马干那两些汉单词英镑，马来文作文就是这样写了。英文 practice healthy and balanced diet 啊， OK。Based on 我们的 Malaysian food pyramid， 以前我不是教你对不对？你用 pyramid makanan 这个东西丢进你作文 ，berpandukan 就是根据啦哈，根据 pyramid makanan Malaysia， 哇，其实有 Malaysia 的，但饼干 sihat Malaysia 有两个的，这个是饼干 sihat Malaysia， pyramid 是那个食物金字塔啦 ，OK， 饼干 sihat Malaysia 你可以提到就是 Baba 和 Sarasara 要最多咯，这个是纤维来的啦，然后饭是四分一。蛋白质是四分一，蛋白质就是鱼肉豆类啊，豆腐那些也是啦。OK， 啊 ，makan ikut waktu yang tetap， eat at fixed times， 时间要对，就是固定的时间上吃东西。OK， 然后吃那些 padat dengan nutrient 的 snack 是叫什么啊？零食啊，零嘴啦，但是是要有养分的零嘴，增加 calorie。他们是要增加 calorie、哦、要减肥要减少 calorie， 他们要吃有养分的零嘴，因为很多 snack 是没有养分的。 OK， 还有呢，吃比普通人更多的 calcium， 他要更多的 nutritious food， 因为他就是吸收到很多嘛，所以他需要更多。 OK， 这样如果是要瘦呢，反而还比较容易了。瘦的话、哦难在心理上很难、啊、OK， 他讲要得到干啥啥让 realistic， 我觉得这里我会 带过啊，因为你会有的。他讲要有那个目标，要有实际的目标了，不可以一下子瘦很多的。其实，哦，这个你知道了哦。Realistic sets realistic goal， 这个我觉得你读一读，然后你就可以拿来做你的国语作文啊、英文作文这些了啦。OK， 啊，避免那些高糖高盐的哈，高糖高脂肪 ，kandungan gula atau lemak 你要减少。OK， 然后他讲啊 ，melakukan senaman sederhana 啊，这个。平时我们不会这样写，我们只是讲做运动罢了，我们不会讲 moderate exercises 的嘞。他讲 moderate 的 exercises 就是不要太辛苦，但是又不要不辛苦的啦，中等的 exercise。比如说 brisk walking， berjalan laju 快走啊，骑脚车，还有什么 berenang 游泳哦 swimming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kurang-kurangnya 30分钟 ，three times a week， tiga hari seminggu， 你可以这样写啊，是不是？还有 gain support。From those who are close to you， 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因为啊，其实要减肥难是在心理上哎。如果你看加肥啊跟减肥啊，加肥的比较难的，他们心理上多么准备好都好，他都是肥不到的。可是减肥的话哦，你有做就会瘦，只是心理上比较难罢了，因为他会一直想要吃，他会有很多欲望，想要吃的欲望，他越减他越想吃，因为你的大脑会，我们的大脑是 set 好了啊。他会要生存下去的嘛，对不对？这个是人的 survival instinct 来的。你知道什么 survival instinct 吗？他要你生存下去，生存下去代表什么呢？就是要有吸取足够的卡路里，吸取足够的养分，保存最多的卡路里在你身体里面，这是大脑 set 好了的。所以要瘦啊，你的大脑一直跟你讲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的，那些要减肥的人啊，所以他比较是心理上很难去克服，可是要肥的就很难了。不过他们也是有发现到很多基因的关系的，其实 OK 啊，大家我们来看看，说这一课、哦、其实只是讲罢了，一二三课我们完了 set 得了哈，我会花多一点时间在其他的课，因为有点难了，开始第四第五课啊，还讲到 biology 的东西、哦、这个练习啊，看看啊，说其实这个笔记也是 OK 的，他跟你 set 好一组一组了、哦、这个是BMI 在underweight 的话要怎样 ？BMI 超过的话就是 overweight 的话，过重要怎样？这样咯，他已经 set 好了，已经画好给我们了。OK， 等下还有五分钟时间跳了，你可以去做这个。这个我们做了吗？哎，这个我们一起做掉先呢。哦，3.3还没有，13、14、3.4。等下我看看啊 OK maybe 这两题了，我们看一看 3.3 的那两题，还是我们已经做了，但我觉得好像做了这样。 OK， 哪一个是 matched correctly 啊， dipadankan dengan kegunaan yang betul， ABCD 你 type 给我一下， ABCD type 给我一下啊。
哪个是对的？好像我觉得哦，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做过。来，泰给我啊，大家，嗯，对的啊 ，OK， 嗯，还有吗？答案 ，OK， 来，大家，这个是。这个是我要看一看啊，这个是有啊，这个叫什么？OK， 应该这样讲啊。这个是这个的，哎，这样很难画嘞。这个是这个的 ，dialysis 就是这个叫什么嘞？哈 ，dialysis machine， 生病了，洗肾机 ，dialysis machine 啊，给你看啊。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一课是关于所有的这种跟健康有关的仪器嘛。赵 baby 其中一个是等下 dialysis machine 看啊 dialysis machine OK 所以还有一个掉水的地方这样的我不懂它掉是什么哈掉血的 dialysis machine 要看他们我没有在现场看过啦当然哈、哦、这个把你知道一下其实它很多很多东西的那个图片确实还没有画到这样多啦把它画到很经典重要的东西啦有啦有掉水OK， 这是 dialysis machine 啊，洗肾机。其实洗肾机哦，是把你身体所有的血啊，通过那个机器回来一轮，你知道吗？通过那机器的时候，肮脏东西就会进那个机器里面，血会回来，干净的血会回来身体。说洗肾机啊，这个是 OK， 你可以跟他画画下来怎样啊？看 baby 的是这一个，这个。他讲哦，menghasilkan image organ dalam badan produces images of organs inside the body， 包括 baby 啊。这个是 ultrasound 啊，叫什么了 ？ultrasound machine， 看 baby， 我们有啊，叫超音波，对吗？华语看 baby 的 ，OK， 为什么我知道啊？它没有这样高，因为看它有的是长这样高，有的是长这样低。为什么啊？有时你要小心看了，因为我看到它有个凸的东西在这边。你看这个啊，感觉上它是拿来涂的，因为看 baby 那个是有一个东西拿来涂的。你看过电视对不对？我没有被涂过了，但是你看过电视它怎样涂呢？这个啊，我们每次看电视看到吗？是不是啊？它有一个东西这样挂在那边，然后它拿来，它涂了那个 jelly 下去，它就可以拿来啊透明的药，它涂了，然后它就一个仪器就这样在身上抹咯。然后其实它不是只是看 baby 罢了啊。它主要呢，它是可以看到你的内脏的啊 ，OK 啊，再来啊，这个第三个是 infrared thermometer 来的、啊，就是可以隔空测量体温，所以答案是 A 啊。这个叫什么名啊？你会 spell 了吗？它叫 sphygmomanometer， 去背一下怎么写啊，它的 spelling 我知道是很长的。这个是 infrared thermometer， thermometer infrared 红外线温度计，隔空测量体温。OK， AI 的十四题，时间跳了，你七点十分回来啊，你可以 try 后面三点四的关于 BMI 的，这个你懂啊？哦，它的哪一个 A B C D 有印象吗？真的有印象啊 ？A B C D 哪一个是最佳的？他讲 ideal， the canan da rang paling baik。Systolic 还有 diastolic 哪一个是最佳的？对 ，boy 啊，百二八十，那记起来，百二八十，对，很好。OK 啊，所以三点四关于 BMI 的应该蛮容易做的。好了的话，你可以看看下面啊，我们七点十分见。